像这个命哦，注意看，女孩子天月星入命，这个里面科权禄都没有，科权禄都没有。这财帛它是巨门，巨门是一个杀星，所以不可能去做生意，所以他一定从人公职的，哦，一定从人公职的人员。那这个女孩子那边，你看她太阳星限地，看到没有？一看，所以女孩子好很累啊。我们一看到太阳星限地哦。所以呢，特别要当心一些事情。像你看他的夫妻宫是挂科，天梁在五宫啊，是这个有官威官权很大。好，那他天生的官权又带禄，所以很可能是走财经界的。不然你这个权是掌财禄的嘛，所以他天生在银行界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主管。好，兄弟化忌，有化忌在兄弟主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兄弟不和。好，第二个，兄弟夭折。哎，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不和还夭折？看眉毛嘛，那眉毛乱七八糟就是不和嘛，眉毛有段落就是夭折嘛。啊，有慢慢看多就会了。哦，那他的父母，你看太阳星是不是限定？父母宫是空的。好，我们按照我们刚刚的推算法。他4岁到13岁开始，第一个流年就会到太阳，看不到太阳，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尖着的看相。那个小姐一来，日角没有，日角没有，好，然后额角呢有缺，额角，耳边呢，到刚好到14岁，额角有缺。那如果这个平了很久。整个平下去摸不到，很早就走，十几岁或很早年就走了。如果是太阳在对面，按太阳星落陷在对面对冲的话，第一个大运4岁到13岁就要走人了。好，所以有的人一生下来没多久，爸爸就过世；有的人呢，到第二个10年再去过世。最近才走的话，额角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黑黑的一块，看到。但如果是很暗，代表是重病。我跟诸位讲过。哎，已经变白色，变成苍白，那个白好像盐巴。你回家把盐巴拿起来看，那个白没有光，那个白就是死掉了，上浮，就刚死。好，那像他这个第一个大运到14到23那时候，父母宫就空了。13、14岁是不是太阳星就落陷？好，所以这个他的14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就不在了，所以流年一逢到的时候就出现了。好，就会出现。还有呢？诸位看他的流年，你在这两个流年没有逢到的时候，在这个流年测绘贵到兄弟，还有对会，好，诸位看斗数啊，看这个线，兄弟宫对会这两个，这个还那个，那兄弟宫的化忌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回到兄弟，在这个时候才进入化忌，就代表说兄弟在这一段时间，兄弟会有夭折的现象。你如果那个4岁到13岁，14到23在这边的话，14到23刚好进入化忌，就是14岁到23岁中间兄弟会夭折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当然这个是一个，我是举个例，但是你看，如果流年在这边就变兄弟，流年在那边变父母，好，你们也会以此类推，因为八字隔出来很多，好，你常常会弄乱。好，那第一个，37岁、38岁在这里。34到43是不是测绘兄弟？所以38岁太阳星又不亮，女孩子横的，除了讲先生以外，讲的是谁？讲的是兄弟啊。所以38岁有个灾，兄弟要走一个。再来那个54到63还没有发生，他的61岁，62岁，是不是在走量？62岁，太阳星是不是不亮？好，也会走一个。好，他的流年呢？在49岁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。他看他先生的阳宅，这个厨房在西北角。那算的时候，厨房在西北角。49岁那年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去打高尔夫球，
那早上都打球打完了，打完以后大家都要回去休息了，他说我们再打一圈，再打一个洞，硬把大家拉回来，然后开球一开人就躺下去了，就去检查脖子断掉了，他先生呢脖子断掉了。在这个之前呢两个礼拜他有两次的状况，这就是给他跟我陈述的两次的状况，在办公室里面看他先生的时候，就是突然进办公室一看，看到那个脸色发青的，青色的，那个青啊是湛蓝的青，青好像发亮。我是他奇怪，他就问他脸色怎么这个样子？他先生很好啊，他的人也很好，你为什么脸色是这个样子？如果是不好的，早我就给你太阳星落线了。怎么他的43到50他太阳星落线了，看不到先生了，就在这段时间。然后他先生说我没有什么，很好啊，去体检身体很正常啊。然后大学时间才不到两个礼拜，因为他不晓得这两个礼拜的事情，了解我意思吗？他就看到那个汽车没多久就现在就发生这个事情。当然因为他们不了解，我们有节气的关系，好、哦、这个时间的关系，他不晓得好、哦、要出这个事情。所以49岁以后太阳就落线了，看不到。你看下面的小宫，下面的小星有没有？那个44到53下面是飞廉，还有死在这边，有没有进入这个小运里面？所以很辛苦的哈、哦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事情有很多事情可以预防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算命？就是君子试天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我们就去看，多个参考资料无所谓嘛。哦，你看他其他的宫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子女宫就没有问题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子女宫对会这边没有杀星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如果是他的后来大运40到53，如果后面大运他50到63没有会到子女宫，通通没有会到的话，这个孩子都会出事，懂不懂？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八字一样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为什么叫诸位去看气色看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在排的时候没有办法，不会说把一天大小每一天怎么样都给你排起来，那么麻烦，那排的你寸步难行，对不对？你要算了，今天出门右脚会扭伤。结果你不敢出门，躺在床上，结果肚子饿起来炒菜，脚滑倒了，还是扭到了。好，这个不要去管那么细微、枝毛细节的事情。好，大原则抓到就好了。